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峰。有好一段时间没有出来放撸一口，然后今天准备跟我爸吸收我们昨天下午放的一些撸一口哦，期待今天能够发财回来。走，出发。完了，老板，这一段是不是拉链给割掉了？还是给拉短了？感觉有点不太像割掉啊，有点斜斜的，这应该不像割掉，割掉是平平的，是不是？大意跑掉了。哇，这个科技的，按正常来说，像我们这个橡皮筋，起码承受的拉力起码是好几次性的拉力，最少你看，因为我们这个会伸缩，然后像这一条给跑掉的话，我估计这一条肯定不会小，最少是来斤，应该是跑掉了。现在还是好好的。啊，什么情况？完了，老板，今天可能真的要空气了，啊？现在我们准备来收最后一排了哦，现在最后一排能够发财。哎，等等，这条是不是有啊？啊，没进去。哎，有，大不大？应该还行。哇，还行。慢点。哇，等等，还在发力，别急，这个橡皮筋都被拉得死死的，等等，这得慢慢来，不急，吵了会来等一下。你准备炒啊。炒！哇，这条可以要几斤？这条应该有个差不多五斤左右吧，可能有六七斤啊。啊，有六七斤，很灰啊，很灰，很灰，很灰。哇，这条可以要，看来今天一条就发财了。哇，这八路也是人这样的，他肯定在心里面拼命的向他跑。可以要，不来都不来，一来就发财。看来老板不识财啊，我以为那个老板识财。有的我都不抓，专抓大的。专抓大，又开始吹牛，刚抓完一条就开始吹牛啊！有没有？这是不是又有？啊！哦，有，不大，啊，个头不大，直接来吧，来，还行吧。有菜，有就好，有个差不多半斤吧啊。有，又是一条。原来我们是地方没放的。对啊。放在那边没海胆地方，这边有海胆地方效果要好很多。好。看来药就放在这种有海带的地方啊，这个海带都差不多都没了。看来老板还是有心眼啊。是前面那一边。这个。哎，对。你刚刚看到票吗？看见了。会跳。蹦一下。哦。哎，真的有。有啊。在就在前面上。啊，对，就在这边。有。哦。不大。会蹦。差不多大几两，来，直接来吧。七八两。大几两可以吧？哇，还行啊，这几条。来呀。能不能继续来？连续来那就刺激。快没了，来吃最后一条，最后看能不能来个周钓红。有没有？先看他斜了一下，是不是？哥。哎，来了，老板你。怎么见我那边斜？啊？是不是有？哦，有。大不大？哇，还行，等等。哇，他竟然逆流游上去，你看，流水这样流，他往那里面跑。像这种情况，我们只能分送准，因为这样是干山沟的话，它容易进比较急，它拼命的向它跑。准备抢出，哇，这里还行的呢，来，哇，又是一条，看来今天果然发财的节奏啊！哇，又是一条，这条应该有个那个，这条有，差不多四到五斤应该有，没有，最后一条竟然又来了一条，本来以为空心，最后一盘了，我们连刷四条。四条有个十多斤吧，有，四条都可以卖个一千多了。那我们先上给你们看收获，是时候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收获。这条应该有个六斤，应该是有吧？然后这条应该有个五斤左右，四到五斤。有。然后再加上这两条小的，今天收获有个十来斤。老板，听说阿姨住院了，然后表哥这两天正好在家，我给他送过去。我给他送过去，他叫他去带去给阿姨吃。好，今天送挺可以的。我给表哥打个电话，看他在不在附近。在附近的话，叫他一会那个过去拿吧。好。喂，表哥，你现在哪里啊？你在家吗？在公司啊。今天做了一些卤油，等下给你送过去啊。等下你给阿姨吃。太客气了，你留给自己小孩吃吧。没事，什么林哥就不用什么客气。我等下给你送过去嘛啊。我好抓了好几天才抓到几条。好，行，好，拜拜。今天是我们蛮可以的一天哦，还好拿最后一排。对呀、啊，不然在那会空间。不然这里会空间，还是挺不错的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了，我们明天见啊、哦，拜拜。那这些鱼给他捞一下。